谢谢。赶起来，力拼行程，不要 delay。萧美琴为张廖万间站台，战猫这一刻也赶着和匿名战猫的人偶同台，帮我们的快乐猫系上我们的彩带。萧美琴一天行程忙不停，甚至被大风吹到差点站不住。哦，风有点大，其实如果可以跟猫一样，身上有点毛，应该会暖和一点。卡他的时间啊，卡得很紧，很幸运啊，我觉得可以卡到他的时间。民进党台中立委候选人上演抢人大战，目标统统瞄准萧美琴。中台湾一天排出八个公开行程，到了下午，萧美琴的赶场车轮战正式起跑。全台湾所有的区域立委都希望萧美琴副总统能够来自己的选区帮忙拉台。选举助攻手萧美琴超热门，从彰化开始拼场，唯一一场彰化奏事献给第三选区的乡亲与候选人吴英宁，接着车程一小时北上，直奔台中北屯合体庄进城，接着赶场会合张廖万间，再来就是江兆国的感恩演讲会，随后直奔海线参加林静怡在沙鹿的造势场，只能在30分钟的车程中喘口气，因为他好似有任意门，下一秒就出现在潭子区与谢子涵逛市集参拜，随后还要拉台蔡启昌、谢志忠，战猫萧美琴旋风狂奔八个站点浮现。哎呦，怎么那么可爱呢？萧美琴就算赶行程，但签名、逛市集、玩游戏，仍然有求必应。从彰化到台中，10个小时跑满八场浮选行程。萧总统今天到台中行程就是满满满。对，路程紧凑绵密，萧美琴真的好忙。三立新闻综合报道。